科普，网友刚开始看到外卖员的这个语气好不舒服，看了评论区才了解到，原来听障人士的语气和表达和普通人不一样啊，他们没有语气的概念。帖子里的水平已经是为了正常生活交流而努力了的，他们因为障碍不能分辨语气，所以有时候显得很生硬。其实能把句子拼成完整的主谓宾已经是很不错的事情了，大家多多理解一下。